大家好，我叫张图月，我来自浙江宁波，我来美国已经两年了，然后今年是第三年。然后我在来之前觉得美国非常的新鲜，非常的有挑战，但是我来到这边之后，我遇到了很多的挫折还有困难，然后但是通过这两年这样子的经历，然后我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成熟，然后变得更加的能够自己去解决所有的事情，然后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，然后我现在在这里很享受这边的天气，这边的氛围，还有我的住家妈妈也对我非常的好，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美国，谢谢。